感恩的，小时候班歌都是这个吧？应该，幼儿园兄弟就唱了。班歌应该都是这个。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班歌是《隐形的翅膀都快给我整哭了！还有手法的兄弟，但我忘了。天天哭啊！你先对。去一个夏令营，然后晚上放个那种，也哭啊，哭得稀里哗啦哇！我突然想起，的。想了，能想象你小时候然后哭的表情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脑子里有好好好，哎，啊，但是我没有经历过那种，就是让家长坐在旁边，然后引导喊话，然后小孩都那在种哭那种，真没有吧？那那个种倒真是没没有经历过。吧？那种有点假呀。哎开我家操，长会吗？这他妈更新换代了，以后要是我当家长了，我感觉我会笑出来。今天我就，哎。也不好说，更新换代了，到时候领导也是我们这一代的呀，估计也不会整这些吧。好像是卖书的是吧？哎，我没有，这那种好像是要卖书的。小时候有订书，哎呦，我这老羡慕同学了。那个时候就订那个书，我就没怎么订过。先求我妈给我，让我妈给我买了本。她会给你上学时候给你发个表，那边有好多那些书啊，那些就可以挑钩，然后给钱给老师。哎呦，我操！不也想要？你看其他同学有，你想要啊？那个我买过一两本吧。然后之前班里有还卖四大名著的，那个我没买。现在还有漫画一样的，哎，对，有漫画。哎，我那个回来拿到手，老师给你送，回家再看啊，回家再看啊，别看啊。还有车吗？不如阿衰，我到后面都不买阿衰了，因为阿衰我的消也消费不起了。阿衰是10块钱，我操，当时是一礼拜出一本漫要了画吗？派对，兄弟5块钱的。要了。哎呀，那个太爽了，兄弟，那个啥都有，那个真太爽了，而且它封面对，又好看。选择一堆啊。我买漫画不是很，就是喜欢它的封面。5块钱一本，还有知音漫客。有那个哎，奋斗的那个叫什么？那个奋斗就是黄不拉几那个圆脸那个，那个叫什么动漫？我忘了。你们说老夫子那都是比较久远的，我其实我那个年代我已经不看老夫子，就是老夫子啊、乌龙院这种都是要早一点的干哪儿？才看的。偷腥九月天，偷腥啊！我记得那偷是不腥九月是有天辆上个车新啊？闻，说脚下他这个那长里。条房，他那里面有血怎腥么的说？暴力，不是个小孩看。我没二看标，到，二标长条房有天天人。同学啊，我是四月，我我是看到五月。两辆车吧，还是三辆车？三辆车应该是个满编啊。冒险小虎队，鸡皮敢疙拉？瘩，有点吓人呐，这小一滴东西。血一个，标点破后一滴血一个，在你们左边趴着了。交给你了，那边还有个残的，直接移进去。当哥，你好，你好啊！你好啊！好，我以为你要撞他的车，没想到你撞了。厕所有人。收到，收到，出击，出击。我直接顶！来，哎，有人！不要啊！哎，我操！哎呀，他把我车！啊，他把我车炸飞了，是吗？对，我直接，漂亮，不是，那不是我开的，兄弟，他不是漂我亮，开的，我已经要停了。哎，你看一下回放就，兄弟，我真看一下回放。没事，我不只不想说不，漂亮。不，我要看回放的，兄弟。我操！不是我害人精啊，我车不是我的洞啊。他有手法了，兄弟，真不是我开的吧？还是我被顶了？我车为什么就瞬移了呀？我操！啊！我操！哎！我操，兄弟！不，这怪不了我吧？这个这车，说实话，这能怪我吗？有想法的他自己。
这真不赖，我操，我他妈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兄弟，这还能改变轨迹的。哎，他们都跳哪呀？后段后段。Hold on, hold on, hold on, hold on. 打头了，他打头了。爬过来，爬过来。屋外有我，谁也贴近不了你们。对，还你房吗？二楼对，架着架着我们贴了。打头打头打头，绝对打头。一楼倒了，一楼倒了。我被左边打了。打白。我翻出来就倒了，倒了，牛逼牛逼！来根烟行不？我来我来。大白楼有一个，然后我脸上一个。那大白楼可能这么拉的，抱歉。你说有没有可能？来了，贴他这个房子了，还有房子又贴了一个，不会吧？哦，我操！我楼上，我楼上最后一个，来来来！我操！啊、这个贝贝贝贝贝贝，我去把楼上掰了，耶、yeah ！完了，他二倒，他二倒，他二倒，放防守。我操，这哥们儿他不早说呢，这么肥。那个好像是067啊，你们听的那个包，不是吧？好像是啊 ，EY067好像 EY067很想救他，很想补啊，有些。他这个手法直接过来就补了，我都已经想象他的嘴脸了。妈逼了！完了，石头有个，站下，过不了点，过不了点，等我爬，等我爬。打两枪，进屋，进屋，进屋。就一个了，死了，分你。我右边那死了吗？对对对，死了，就是他，就那石头那个死了。是不是贴过来人了？是。这个房子外面。OK， 遇遇。没和人输。哎，我突破点，我突破了。遇也进来，遇也进来，遇。给你开门，你他妈的死秃驴！死秃驴，死秃驴！妈什么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没听懂你刚刚说我什么？这是什么话？别让你爹打倒你啊！他刚刚说我什么？这是什么黑话？他说什么？现在这玩游戏上网这么有攻击性啊！大伙儿，这不能 PC 一点？人人身攻击啊！四表的啊！叫哦！我过去给四表那个抓了，就一个应该。他真得过来了吧？还在，他是换枪了吗？还是不知道。OK， 换枪了是吧？我来。哎，辛苦了这把。大家都很辛苦。怎么这么多人、啊？要不我们撤到大白楼上个楼顶，兄弟们。可以。怎么说，兄弟们？哎，我想贴人了。哎。你能不倒让我去救他吗？我能不倒，辛苦你了。哦、我操，累死我了！阳光房已经贴人了，我可真忙。我看你杀了几个？啊！牛逼！直接补掉减药。厉害厉害，叮当！贴的人都他妈有 P90 了。谢谢谢谢，你也不错、啊。这辈子都没打过这么累的游戏。大厅大厅。哦。他是不知道我来的，还是一楼还有一个？他知道你的，我过来跟你。他知道我来了，跑了，我操！楼顶，我给楼顶砸个雷。兄弟，他摇人了，是不是？倒一个。这等我一个，二楼大厅没进吗？等我一个。我、啊、操！
楼梯口，楼梯口有个残的。二楼打金杯，金杯这么有一个。还有，楼顶还有。难道我们胜利了吗？不是很懂，兄弟。难道我们胜利了吗？应该是吧，兄弟，这太吓人了，打生化呢。没了，真没了。我操！又来了。滑了，哎没，兄弟他在踩点，兄弟，对面那个打头了，在你右手，趴着吧，趴着吧，趴着，死了吗？哎，前坡有，前坡有，有脚，我像那个打残了的，咦，修脚哥是认真的。还有一个左下是还在底下，这脚底啊没了吗？还有一个欧普的第一啊，哇塞，这游戏爽爽爽，我操，这真是打生化吧，累死我了这把。我这把扶的人绝对比我杀的人多。兄弟们攻哪儿？look 逛吧，没人了，这死亡。好家伙，什么意思呀？城里好像还有人。他怎么也知道了？在哪？楼顶吗？楼顶，下去了。来弄呢，包弄呀，来老弟，来拿着，他在阳台啊，跑了他，爹别杀我，爹叫爹接掉，爹我不打你，爹我来了，在哪儿啊，爹你好、嗯、你好，你打他吧，你好，你们好，怎么说？我爹，我见你一面我就知足了，爹，我自雷了，爹。这个车炸在这里是。左哥只说了左哥不。爹，离我远点，别给你误伤了，爹。爹，你补我，爹，你补我，求你了。OK。这个也打了呀。这为什么不说话？这是不是妹妹呀、啊？这个。不可以恶意组队哦。我操，这把跟打水友赛似的，什么情况？解码不太一样，是不是我们落地活出来就都是这种场景？其实这游戏很好玩。这谷仓，你说对一个，兄弟，这火力有点足啊。我操，楼顶掉下来。他这开车过来。动作。走。右边谷仓二楼有一个。二楼有个。有人去救了。不让救，我左白，我这。我这进一秒，我这一个猛龙甩尾，兄弟，外车弹射起步，然后打呀！快连上树，连上！别扑我，别扑我！太稳健了，太稳健了！一个人就在左边树，我给你拉吧。哎我操！老子你妈打！操！不是、啊，我这么跟你说，就这个说。哎，我给你去找摄像头，我这个手胳膊干到那个椅子上了，然后就卡住了，你懂吗？就要我说，还真不赖我。哎，我躲，哎我躲，躲，我。然后对面，不是，我是真不是废物，我可以椅的时候可以再压波三倍给你看看。真不是这样，他妈手撞那个，哎呀操！不是，好香啊，一鸣！哎呀，我操，撞这个上了，知道吧？就手拖的时候撞这儿了，然后就拖不动了。我不是解释，就剩我一个了。信你，我要是菜，我都是大大方方承认的，兄弟们，承认自己菜有什么问题啊？但是这波真的是，手干这个肘子上干那个椅子了，没压住，我就说没压住了。但是磕碰了，我就说要碰，怎么办？是吧？这有什么好说的呢？
我又不是不能接受别人说我猜。给你治的服服帖帖的，现在还想找我来，看看吧，看看什么，这么帅，没到一个风，看这干摸，我操，牛逼！你看看这扫，也不叫扫转，好像是的，这好像也不叫扫转，还是看瓦的意思吧。哎，好久没打瓦了，我好像两天没打瓦了。Okay. 你看看这个，你看看定不定吧，你看看定不定吧，你看看这个。哎，还是得这个啊，这个太爽了，主要不是枪的问题，就这个配音太爽了。我操！这听得太爽了，这听得太爽了呀，这太爽了呀！然后压他了，哎，不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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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是骗你的。哎，溜溜溜！哎哎，气死了！哎，怎么感觉一到PUBG画风就变了呢？现在？